Chứ hay xíu. Đáp câu hình ngoại giác. Câu hình nè. Đúng rồi. Nếu ăn ok, nếu ăn ok. Diễn tàu để xem Dính tàu này nhỏ. Điều mà diễn khác sự cô là bạn. quả hai mươi sinh của già YouTube mà YouTube, share lên YouTube. già Sharon the YouTube 应该是有了吧？喂，有声音我吗？看我。Hello，我是纯粹爱画的 Sharon 老师。我是 Iris，大家好。我没有看到了，在哪里？啊，今哦，天看正到好，了，看到了。谁先来看我们直播？给我们打招呼一下。这个是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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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纯粹。怎么会有声音哦？哦没有事，，OK。有啊，有啊。OK，试一下我们今天要画的那个图样。讲一下，怎么我们今天会两个人直播，然后是在我的 YouTube 直播嘞？因为上个星期三 3 PM 直播的时候，Iris 老师回医保了咯，然后我又在忙着 settle 一些东西，所以 Miiko 老师跟 Peony 啊、那猴啊，还有苏正老师在画那个 Hot U 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练习到，然后嘞，我为了要去画这个东西嘞，昨天就在家摸了一天了，也没有讲一天了，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一直在练习。我有一点错了，后来迷嘞，我路，就迷路了。迷路，很少这样迷路，你知道吗？哎，我就哦，很少这样迷路，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画一下啦，OK。然后我画了，我就在想，这个图样嘞，那个 Iris 老师一定比我更糟糕，所以我就找 Iris 老师来一起练习这个图样。可是嘞，我没有想到他跟我讲，原来他之前有画过了哦。是是就是。等之前下，画过，对，我你记得是之看前一版老师上。啊，因为之前 Miiko 老师出的时候，哎，蛮有趣这个图样，就好像一个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图样来画，也蛮这个研究了一段时期哦，哎，原来是蛮好画的，而且很多画，然后还有遇到那个老师的 Help Me，我们就。啊，然后我就慢慢的去画了，也慢慢摸到他的路了。OK。我看到谁进来？我看到那个富米桑进来哟，富米桑，Hello，富米桑，啊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the tango hug you you. by Miko Sensei，Miko Sensei，so 等下你跟我 show 一下你是怎样画的，然后我们先示范一下 Miko 老师 original 的那个图样是怎样画的咯，好啊。我找不这是个你图，画那个老师那个，我画艾娃老师那个，我比较熟悉那一个步骤。然后我就再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样画的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哦，OK，来，我找一下那个图样在哪里？How you？米可老师 How you 在哪里？哦，OK，看哦，到他有了写上啊。，OK，我 share screen 一下啊。嗨，好，谁进来了？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 say hi 一下。是 Alice，他是 Sharon。Sharon 老师啊，这个是 Miko 老师的那个 Hug You，Miko 老师的 Hug You，我昨天就是一直在跟住他的步骤画啊。
可是就用了蛮长的时间。来，我们啊，现是在，要用了蛮长的时间，有些时候会。给我们学，然后我就转换一下镜头，我们就用两个镜头了。那我就 spotlight 你这个镜头了哈，好啊，你先。spotlight，然后我就 remove 你这个，我就放我的镜头，yes。OK，那我先玩这个图样玩到，米可老师的那个图样呢，就是。首先，它是这样，这个叫菱形，是不是啊？对吗，Ris 老师？的一个菱形，然后加一个 aura，外光环，外光环，它是这样子。然后就这边是一个 V 型，这边也是一个 V 型，是吧？必须。OK，这个是 Miiko 老师的 step out，然后这个再加一个 aura。OK，然后就这样子，是不是啊？这个就这样子，OK，这个又再这样子。其实是要很听话，你知道吗？要很听话，跟住他，对，要很专注。上下上下，上下上下，然后这个就可以转弯了，这样子。咦？会歪掉哦，放心。会歪掉，这样子会歪掉。然后这样子转，这个这样子下来，这样子，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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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那好，那好，you want to join us？这个就画到了，好到啊。吗？Iris and I want to practice this tango. Yes, That day, I'm going back. okay. So 我后来我是自己方讲法我话了，真的是有点乱你看哦，后来我是自己讲话，知道吗？你哦。啊。看我跟你分享，我是讲话，讲话哦。我是这样，我就这边下来先啊，短短的，啊，对对对，然后我又再上去，这样短短的哦，好，哦，好，这样，，OK，然后我就这个上去一条长长的，然后这个就下哦，来一条长长的，嗯。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就这样子，哦，你画里面先哦，然后然转一个后我弯，就这是你的顺手的方式是吗？对，这个是我顺手的方式，啊，也是有一个，也被你喊出一条龙啊，你出一条龙，佢唔会歪咗，你知唔知啊？呢度会歪咗，你知唔知啊？呢度是。会歪咗啦，所以我咁样画嘅话咧，
我这样啊，我子知道画你为画，什么那边是会写，因为你少了一个步骤，里面你还没有 close 啊，就是我这里面里还的没时有候，close 啊。是吗？这里要 close 了它先，啊，要 close 了它啊，先，我之前我就少了这个步骤是吗？我重新再啊，画多一次啊，我重新再画多一次应该啊。是这样，我就把这个拉下来先。然后，啊，你拿下来写的，哦，你是这样子画写，啊，这样子画先。嗯。那好，可以，然后我就这个顺着上去，这个就顺着下来，然后我就这个 extend 上去，这个 extend 下来，就这样往上。啊哈！我就，你看你这样，你看我这样画，你会乱了。哦，我不可以专注你的画法，等下我会搅乱我的画法。这样 可子。是你这个顺手，你这个方向也是你的方向。嗯，这样子，可以，也可以啊。我那天这样子画画到这个也不错哦。哎，不错啊，好像有另外一个形状出来哦。嗯，啊，这个也，pattern 好像也不错，是吗？练习了很多个。这个大概是怎么画呢？它这个，我那个时候啊，我是怎样画到那个啊？我在想是什么？我在想是，我这样子画。是，我也是这个方式。你是这个方式啊？哎，我画给你看啊。对啊，对对，要不老师是这个方式。哦，OK，来，我先搞定我的啊。好，可以。我先理解一下我要怎样去画这个东西。哦，我这个是这样下来，对，这是这很样好。下来，好，你拉这长是这些。样下来，是这样吗？然后这个哦，啊，也是可以的。嗯，OK，这里啊，我们不要乱啊，哈哈哈。这个是要上去啊，然后这样子是吗？哦，你要长一点，你就可以上去了。这样啊，然上后面就没有盖过的那个弯形，哦，不这样是这个，，OK，不要紧，我 continue 啊，我continue 这条没有盖过的这条，啊。这这个，条没有盖过，惨这了里咯你。面传递外面哦，OK，也可来，以。你 show 你的。我说说看啊，我看看是可不可以啊？画太多我会乱了，等一下。OK，一样这样子一个菱形，然后一个延伸出来，延伸出来，延伸出来和延伸，这个是艾玛老师的画法啊。然后这个是嗯。它的宽度，然后一样，我们画一个 aura，OK，然后我们就将这一条。往下拉，给它延伸出来。上面这一条，给它延伸出来。哎，然后这个点来到这里，因为它要连接这一边。啊，所以我将这个点来到这边，等下是连接这个。然后到下面这个点，然后从这里延伸来这边，OK，里面的不要管它，等下才慢慢的去把延伸。然后我将这一个部分啊，OK，这个部分外环，延伸，好，这个部分外环，给它慢慢延伸。过后 OK，呢，就把它谢谢慢慢下的捏。面。好，将这边和这边的连接，然后这里有个弯的连接。伸下去，走掉了，走位置了，弯。走位置了，你位置走掉了。啊，可以吗？
然后就像这个弯过来这边，然后将这个延伸出来，延伸出来。啊，如果你汉隶的话，你就将它连接；如果你是汉玉的话，就不需要连接了。就这样，汉隶是这样，汉玉是啊，就不需要连接。那然后汉隶就是大概是这个点，弯过来，好。你接不到，换过来。啊，你，啊，上面你要连接也可以，不要连接，就这样吧。啊，这个其实方这个法方法，我就比较顺手一点。这个方法你比较更熟。来，你教我画一次。啊，来。我自己画不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不错啊，你可以中间哦放这个好特别，它形成好像有一个立体在里面。来，你教我画那个伊娃老师的那个 step up。对啊。来，你是一开始是这个一样菱菱形，形啊，一样是菱形。一样是菱形，是这边这样子先是吗？这样子菱形 extend 的那啊，然个，后将这个延伸啊，一样延伸，延伸，延伸，OK，然后外光环一样，外光环，外光环和外光环，OK，然后我们将下面的右边这边延伸出来，和上这面样的这延伸出要去，转弯哈，要转弯哈，啊，转一点点，不需要转太弯先，啊。要盖过这个吗？不需要要，盖不过需这要，个，不需要盖过，啊，就不一需要点点弯 over 下来，吧？不需要盖过啊。你说你的手，如果你是汉字的话，因为你还要延伸长一点点给那个弯。如果你是汉sorry，如果你是汉字的话，你就要留一点弯啊。如果你是汉，sorry 啊，汉字才是留弯啊，汉字不用留弯。我乱们了画乱了，米可老师的先，对。我们画米可 OK，老师，啊，还有米果老师，啊，OK，两条那个光环线已经画完，然后我就看中间这个点，这个点，还有这个，你从这个点，从比海来到这边，然后弯到来这边，因为这个点必须要连着这一个的等价，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弯先连接起来。所以我过就把后它这样，看下面这个点，做这个点一样哦，这边，这样，就这样，然后过后就把这个上面也盖过来，一个光环，然后这边，这边。那点啊，上一去，个外环，好了，现在开始就把它连接了。你先连接这两个弯形从这个点，是这样的，然后来到这个点，但是我这个是，圆还是画啊，圆。对，那圆画啊。对，是，OK，你看啊，如果我继续这样子画呢，我觉得我不会再 continue 画它，是因为这个界限哦，好像你看这个断层我要补是吗？太长我就不喜欢这个效果啊，，OK，那有点长，我就我再试一下画回我这个画法，我再试一嗯。下我这个画法，extend。这样子，All right，然后我就这里，这个要长一点。然后这个跟它盖住，All right，就这个 extend。
Alright，这个 go behind 来到这里。你这边就不会太长，而且你觉得这条线是比较顺，对。对对对哦，这个也是一条但是这个还是会 extend 的一点点，不同的方法，就比较平衡了哈，整个条线弯来弯去，很美嘞，，OK，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我好只像是一现个在比较要换回这个图样，我画不回罢了，好。换 这个图样画不回罢了。OK，不要需要紧，我要量来。吗？需要。Miiko 老师不是有一个是 love 型的，对不对？他是那个 love 型哦。上面是 love 型是吗？上他面后来是。不是有画一个 love 型是吗？love 型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是这个这样子先。OK，他是这样下来的嘛？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今天画，那天画的吗？对，它是有一个 love 型，是不是哈？这样子，也很漂亮嘞。这样，然后这个就这样子盖过来，这里呢又多一个 love 型的角，这样哦。那天你有看到这个吗？好特别这个，还有那这个个是 love 那天型，画的吗？是吧？对。那天 Miiko 老这师，好美，好特别，两个 heart shape 这样子哈、哦，很多变对，化。所以我今天有练习一个，就是我把那个 Susan 老师那个 tricot 啊tricot，，tricot，我放把在哪 Susan 老里？师那个 tricot，它是哎呀，这样。是沈老师的 tricot，这种老师 tricot 是这样子，按进去啊，对，你看啊，这样我这啊，个这样子，我这个是这样，好了，然后这个是这样子。上面也可以连接，我不知道我接得回没有，好特别我来嘞！看一下，这样子，你真的要很专注哦，你不要迷路哦，你真的厉害嘞！好特别嘞！有点妖怪型啊，但是妖怪到，你不要看那个素贞老师的那个 tricot 啦。他画了过后啊，他是美的哦。对呀，我也很喜欢他的那个 S 的步骤，他很美，我也很喜欢。他那个 tricot 吗？他这个吗？是啊，对呀，就是这个啊、好，so 啊，OK，so 你就是跟着一马老师的那个。我试试跟着这个。因为老师在，那个菜款给它勾住嘛。这样我们来开始来画。我画这个四方砖，你画四方加砖点哦。有机的进去吧。我先来练习那个 tricot 的，看怎样先。这个啊，我放一个中心点，还是一样吗？中心点吧。先画一个正经的先啊，哦，先画一个正经的先。
哟，希望我没有画错嘞，嗯，没有对到。还是这么热吗？你那边？热哦，热到爆哦，真的是。你那边呢？现在下一点点的雨。哦，画大边一点，那好看呢。哦，一下子弯的时候很好看呢。来玩一下，这个，是画大边一点。就来玩一下了哦，玩一下啦。这个是错了一点。啊，刚才这个是，刚才这个是讲话了，还是讲话了？好像是有上去，是不是？哎呦，不对。这样子，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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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画还好，恋不爱画也死了，啊？不画还好，越画越死。就是肩颈在上面，这是越画越搞笑，这样子啊，这个，这样子。哎，你的画法不错啊，我看我要看重播，再看看你研究一下你这个下面的方向。拿来画米可老师那个 love 型，嗯。被连接哦，两个。哎呀，有点乱了，有点乱了，自己弄自己乱。
这是这边。这样子，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么多话发出来呀？没有啦，就是他就，不是这样啊。很可爱的，非常可爱这个。啊。送了一个小红。就，哦，很像那个 kidney 哦，走位了，走位了，没位啊，假你设什么？这个，假设这个是，假设这个是，哎，我们来画那个 tricot 哦，tricot 就是素贞老师这个，这个又太大了。不是老师，那个这个是这样子是吧？那他们画的那个另外一个图样是很像那个 Y4 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呀，好像小时候穿的。哎，还是这样画哦。哦，叫什么？那天有画的那个叫什么？Q 嘞。不是，它有一个像叶子这样子的。那会我看到那会他们有画一个好像那个 banana leaf 这样子的东西。是那好的，拿到那份嘞。OK。好了，所以我们这个直播就是练习画这个东西，搞定吧。我们是转怎样来来转画？去，画多一次了哦，画多一次。你画画了多一次这样那个嘞，hang u，我先示范我先示范我是怎样画那个 hang u 了哈。哈你啊，你哈你，我哈你，我很，比较熟悉那个哈你，OK。你比较熟悉那个哈尼哦，OK，
Okay. 哦，你比较熟悉哈密，就是这下个好面有像连接啦。啊，下面有连接那个，其实是一样啦，因为它你跟它就是一样啊，只是一个有嗯。连接，没有连接罢了。嗯，好像你这种，你顺你的手那个方法啊，我要慢慢去研究研究一下。你那个画法呢，就造成整个图样就比较平衡。完成了，来到你画哈咪。一样的画法。这是哈咪。一样菱形。这个是哈 U。延伸出来，再延伸。再参考一位老师的方法。好，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地方哦，这个是就是这个转弯地方哦，这里是吗？会有点不顺，就啊，是，这里要原画它一下哈，是这个地方，原画它一下。所以你是先画这个圆，这个圆，好，好，你这个大概这个点，我们把它画下来。啊！它是 MI 啦。double I，啊，你下面有连接，啊，U 就是没有连接，好像那个连接。贝果老师的画法有些时候就是下面连接，啊，U。OK，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直播就那我们只到是这里练吧。习一下那个 hard me and hard you。我们切换拜拜。镜头，等一下。听不到。可以了。OK，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 Iris 老师陪我练习谢谢这个Sharon。图样。这个图样是我的画法啦。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画法顺手，就跟着我们的。当然，伊娃老师的画法也很不错，然后也可以跟着 Miiko 老师的 step up 咯。OK，Thank Yes. you，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Bye bye bye bye.